最大的应该有1斤23两，目前啊，我们是挑战3斤货，挑战3斤货哈。人家说在这里有干到个3斤的哈，所以说阿金来了哈。小明同学，你不搞起吗？今晚？感谢随风啊，感谢小明。你也叫小明同学是不是？啊？我也不激动啊。你看看。以后就让这位兄弟代替你的名字。上货，上货了啊！大货，大货了，稳不住了。照个毛线，照了一下你就上货了。他已经稳不住了，应该是进货，进货应该是的。应该进货。上货了是吧？哇，估计1斤半有没有？我不知道。出不来啊！你手边那个。我没有啊。怎么出不来呀？往下面压，往下面。压个毛线啊！往下面。不要急呀。大呀，把这石头搬掉。不用搬了，不用搬了。我操！哇！别着急。1斤半。有没有？有的，有的，有这个才洋货，1斤半有没有？两斤都有。哇，两斤上货！快点，扔呀，吹呀，快点，跑啊！漂亮，上货！漂亮，1斤半。还有，再继续帮你聊，继续，上货，上货啊！